爸爸，你帮他打开奶奶一剪刀，开不开了？我看刚刚吃药大哭，奶奶给他礼物。这次药不好吃，超不好吃。没关系，奶奶再给他盖章，给他玩。给你一个盖章，然后再给你一个贴纸。哇，这小朋友，外面小朋友你怎么爱哭嘞？弟弟没有爱哭鬼哦。哇，奶奶这有车子的贴纸给你。哇，有章呢。然后再给你一个车子，哇，两个呢，对不对？外面小孩，你看弟弟很乖哦。他嘞有就奶奶有送他一个盖章的礼物哦，哇，好了，好给爸爸盖章给爸爸，晚上吃药我们再盖章好不好？好，我继续打。谢谢，太乖了。我擦手时常会莫名其妙麻掉。掉眼泪。好了，有爸爸给他擦眼泪，妈妈在这里哈，擦眼泪哦。那我这晚上再给你盖脚哈，好吧。